向往的生活播出后，彭昱畅长胖这件事频繁登上热搜，因此彭彭在节目里列下每次吃饭只吃一碗饭的 flag。 早前工作人员将彭昱畅的一张生图拿给他看，彭彭瞬间大惊失色，说自己肯定不长这样，这绝对是 P 的。但确实现在的彭昱畅跟以前比起来，脸上的肉明显感觉都堆了起来，从一个帅气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胖子了，导致网友都纷纷给彭昱畅留言让彭彭减肥，看来网友们也是操碎了心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